啊我我我我好啊啊什么东西啊？御敌战斗，目中无人的精兵同盟成员会是不是找寻找巴神？要忽视也无妨，但若救援他们，就能获得 SPN 道具等报酬。如果战斗花费时间太长，警察赶到现场，为了避免无谓的麻烦，最好赶快脱身。啊，好，掌握麻烦是不是？啊，好的。来了吗？来了吗？啊，海豚哥还没有联络我，该怎么办？先不要，海豚哥，先不要这时候打给我，我先去找一下人哦。来了吗？是你们吗？啥情况？他这台爆改是不是？这个是爆改的，是不是？他突然间剧情推好快啊！他突然间一直推剧情的，突然很主动的就一直剧情就一直往一直推。我其实也没干嘛说。刚才的无人机应该是往这边飞了吧？怎样？这那一台不便宜吧？我记得那这种空拍机一台不便宜吧？すみません。我没有受伤，但给我钱，谢谢。对，应该跟重视敏捷比较好。捡回去卖，这是我的了，麻烦请你放开。啊、你在街上操控无人机的时候小心一点。对啊、怎么会在有人的地方玩这种东西啊？搞什么东西啊？太难驾驭了，那可以给我吗？还敢笑，还笑出来啊？嬉皮笑脸的啊？你知道啊？还好是我，还好我是主角，不然其他人受伤你就挫赛，你跟人家你会告到破头。只是你的操作技术真的很烂吧？那你这么说还真无法反驳。操纵无人机比想象中困难，我也这么觉得。你也有一台哦，你也有无人机，那我不是对手了吗？不对手，想必会出赛吧？那个这个该不会跟那个之前的历代的一些什么四驱车之类的那种一样吧？这代是尬无人机是不是？那这方从今天开始举行无人机大赛，所以我刚刚在试飞，这样啊。但就算这样，在街上高速飞行没关系吗？当然没关系，这可是大赛，就是要比速度啊。你有没有搞清楚？在大街上，大赛还没有举办，不要在这边飙吧。柜台是不是？机会难得，要不要参加？来，会场在这边，快点，我们走吧。你的以前是尬四驱车，怎么现在变成尬无人机了？哎我我我等一下报名是不是？我来报名了，真是的，那好，大家都配合赛道，自己改造机体了，自己改造了，依照赛道形状调整速度和敏捷度，就是获胜基本要素。那我看看你的无人机，好，我被拉去玩了。你从哪里拿出来的？我就想问一下，这有点难获胜，你的无人机请借我一下。好啊，不过你要做什么？在陪你，这个有个特别服务吧？啊，好的，来帮我爆改是不是？这样就 OK 了。你做什么让他能标出比赛用的速度？什么？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改什么啊，我改的是内部嘛。等你出场操纵他的时候，肯定会大吃一惊了，是吗？千万不要在无人机大赛以外的场合加速，白痴！你刚刚不就是做了这种事情？都怪最近出现太多没公允执行玩家，社会上才出现大批管制声浪。知道了，不是什么，我反过来被宣导了。刚才在街上飙无人机撞到的人，不知道是谁哦。
那是什么地方？实验室。简单来说，就是制作无人机零件的工厂。对，在大赛卡关的时候，建议利用神技能。好的，好，那你要走了。好的，拜拜。聊天室变了，没有错，小秋，晚上好。怎样？你为什么要回眸？你还没有报上名，你叫木远。好的，お願いします。问题欢迎联络我。好的，参加一下是不是很有趣？那怎么电话就来了？もしもし。太近了。カイトだ。これから綾部と会えるぞ。モグラの資料を流してくれる。さすがカイトさん。什么东八西？百路町の钓鱼场，屋内でやって鲤る鱼夫人，知ってるか？鯉魚を鲤持っ鱼夫人。屋内の釣り堀？室内钓鱼场有这种地方吗？そんなのあったか？俺も知我也是ら第ないけ次ど、听说，好像这里有。あるんだ。啊，他们会念，那我就不念了。場所は七福通りだ。先に行ってる。お前も到底向为什かっもて这个る。混混这么爱打视讯电话？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那个打电话都是打视讯电话，然后都靠超级无敌近的。抱歉，抱歉，下次再来玩。哎，是你们吗？是你们吗？哦，是你们呢！好像有没有比较强啊？你怎好像有没有比较强啊？你好像有没有比较强啊？可恶！让我开心了一下。长辈打私讯电话就普通货色，没有没有没有，花卷给到普通货色就太高，评价太高了。好近哦，就在隔壁而已。我来了，评价太高了。等一下，那里有亮亮的东西。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捡东西。好，我来了。我来了，干嘛？干嘛？阿亚贝に話したら、お前をここへ呼べって言われた。就来这里。俺も初めての場所だ。いつもと勝手が違う。俺が初対面なんで向こうも警戒してるわけか。そういうことだろうな。是钓鱼场，是钓虾场，是不是？大家会钓虾吗？我不会钓虾欸。他是晃点我，还是他就是那个人？然后搞不好真的是。そうだけど、綾部は汚職警官だからな。大っぴらにされることを何よりも嫌う。で、そうなりゃもう情報は手に入らない。他是闹大，我们拿不到情报，你懂吗？まあな。我也不会。而且懒得播。誰か来たぞ。哦，对啊，有人来了，打架是不是？好，我准备好了。いらっしゃい。さを適当に選んでね。よう、釣れてるか今日は。よう。いや、静かなもんだよ。気が散るぜ。あっち行ってろ。カリカリすんなって。あんたら。綾部と待ち合わせなんだろ。看，刚才的事情不要闹了，再进去过一次吧。把大家放那个墙头空手离开，非常空虚啊。那个墙，啊，股間を当たりや。俺らがデカの知り合いに見えるか？なんで綾部がデカって知ってんだ？この。哎，海豚哥，啊，海豚哥，你怎么自己就爆雷了？知ってんじゃねえか。そうだろうがよ。くそ、汚ねえ真似しやがって。い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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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綾部何のよ。何て言った。言わねえと痛い目見るぜ。哇，拿刀是不是？チンピラが笑わせんな。
跟踪队友，小时候跟家人到要过，但自己没有碰过哦。いい根性してるじゃねえか。てめえらよ。不是挺嚣张的，是真的还蛮嚣张的。老板竟呆呆的在原地，原来他站起来，他站起来，嗯，一脸淡定，好像很常发生这种事情的感觉。怎样？干嘛？我就知道，还笑笑出来。